你们已经是在学会不适应，习惯下来说。你好像真的想让我能带进去，感受一下。买都买了，我先试。要出来。哎，再挑战一次。大家注意，眼睛不要看着，眼睛不要看自己，不要看那个棒。平视一点，对一点，就你就不要挣扎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样这样这样，中间向上，向上，向上，看我，看，对，记得记得。 哇！哈哈哈哈哈！眼睛别眨，他往这边看，向上看，别放松。他肩都会很硌，是吧？他那个对他眼睛长痣了，嗯。看哪一边？有的，有的，哎哎，拿开一点，再给他有点转快了，他这边八度双眼皮儿。这边怎么不好看？ 他眼睛挺斜的，你放松点，他这说没有用，他得。他只戴一个。那你自己难受，他不觉得我戴一个就不难受。这边，你就像你是去找了被人硬掰开眼睛。向上，往回往回，慢慢的，慢慢夹，慢慢夹，夹下去。好。好。有点异物感，就这边的异物感，你那边。肯定是不对，移三，移三。看他呢。 还是再看这边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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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
是这么捏是吧？对。啊，是这么捏。哦。哦。哦。以后不是住了巧合不带。